肚子好饿呀，哎，这是啥呀？我最近在干什么呀？这个不能吃呀，你也吃不动呀。这是我刚买的玩具球呢，里面有好吃的吗？你怎么就知道吃呀？打开瞧一瞧就知道了。啊，里面就有一个拼装玩具呀，没有好吃的，哼，好伤心。别伤心，别伤心，姐姐给你准备好吃的。Later。 哇，好多彩色巧克力呀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先吃一块超大的。听说最近你们都在吃超大零食，你们爱吃的零食是什么呢？好好想一想，我来吃个巧克力棍。伙伴们，巧克力块想尝尝吗？来，张嘴。妈哟，还有超大巧克力块呢。嗯，太甜了，还是吃我的巧克力糖好了。星星糖。伙伴们，想尝尝这个星星吗？快点张嘴吧。漂亮的五角星被我吃光喽！妈呀，怎么这么大一块呀？我吃饱了，姐姐，伙伴，你们来尝尝吧，来张嘴。哎，果子，你不是说不吃了吗？怎么又吃上了呀？啊，糖果好吃，可不要贪多哟。好了，今天糖果就分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了个拜了个拜。